书最近积极进军即时通讯的市场，将以190亿美元来收购通讯软体商 WhatsApp。凡是认为呢，脸书企图要开创更多的服务还有营收来源，收购 WhatsApp 将渴望拉抬快速流失的年轻用户，提高用户平均。